尖叫声了，好吗？哎，手机现在已经举起来声，对不对？你们待会不能掌声呢，好不好？我们先掌完声再举起手机，好吗？接下来就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疗愈系才女陈华来到我们台上吧！欢迎哇，陈华要不要来和阿华铁粉打声招呼呢？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华。那陈华今天带来第一首歌曲是 Why。喂，那我就把舞台交给你喽。好，谢谢。材质很好，因为我有很多外头裙，然后都是
然后反正我很多健康的，我觉得都很赞。对，有时候我会比较急，大家可以去看。没错，所以而且如果今天呢，我们现场有阿华天们想要穿的跟淳华同款的这样的衣服的话，来你们的左后方区域好不好？今天在左后方区域就可以购买到一模一样的同款系列。对，那我知道淳华是不是八月份的时候有演唱会了？对，在8月19号在高雄后台有演唱会，是欢迎大家，如果是高雄的同学可以来。没关系，我跟你讲，台北的也可以杀下去的。那就辛苦大家了。那什么时候可以购票呢？7月15日下午3点。7月15日下午3点，在 KK Tix 就可以购票。对对对，对吧？对，是吧？是经纪人没错。对，所以大家要准时锁定，好不好？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票一定非常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大家记得要设定好闹钟，好吗？好。好，那么接下来你自己也要设定好闹钟，自己成是不是？我想说刚刚忘了，我很快速回答我。好，他们没有回答我，忘他们。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一连带来3首歌曲要送给阿华田们。对。好，那下一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时刻？好。送给大家，掌声欢迎。Just
充一下，这首歌叫做《独乐诗歌》，然后最近刚破，已经破一阵子了，100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继续听一下，好不好？五月的晚上已经不用听了，这首歌已经 OK 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会出一首我的新歌，叫做《女孩子就是要用口袋熟悉》。我会不会讲话讲得太快？我想慢一点。接下来呢，要来出一首歌，叫做《女孩子就是要用口袋熟悉》。你们想，你没有听过了吗？就是有青春有听过吗？那你想听吗？没听过的同学想听吗？太好笑了我。好吧，原本还是想讲太好笑了，但我怕太多都逼了。好，那这首歌的歌词叫做《女孩子就是要被捧在手心》，调皮又可爱，才能让人动心，立志成为你的甜心，好吗？好，来喽。五六七。女孩子就是要被捧在手心，甜蜜又可爱，才能让人动心，立志成为你的甜心。Say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you stay with me. Say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you stay with me. Yeah. 谢谢。你很好笑，谢谢。我刚刚唱完第一句唱完了。谢谢谢谢，这首歌大家记得循环了，好不好？那男生就没办法，你们就只能把女生捧在手心，就是这么刻板印象。好，那接下来再还有什么要宣传的？看看啊，今天有喷五月的晚霞香水，最近要就是我最近出了这款联名，叫做五月晚霞跟六月月露。五月晚霞是女生，六月月露是男生。然后下礼拜一先偷偷先跟你们讲，你们第一批知道了。会在上架，在下批，可能是小孩的店或是我们公司，但是都不一定，到时候再看我的线动就知道。好 ，OK， 报告完毕。再来第三首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请我沿海的公路，愿我慢慢和你一起去。